中国棒子枪激情流水版生旦净末丑戏剧大观园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文心，这里是公共频道每天上午为您播出的戏剧大观园节目。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晋剧神子变奸的第三部分。在剧中啊，我们看到关智春与陈元帅一起出巡，不想却传来了陈元帅被害的消息，而关智春呢也糊里糊涂的被关起来了。三位夫人为了查明真相连夜审问关智春，那么审问的结果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欣赏戏剧大观园，让戏迷朋友过足戏瘾。戏剧大观园让戏迷天天精彩不断。栏目热线0351830-2207，0351830-2207。自从王文焕入关以来，就暗暗私通于我，并与我合订婚，称今日庆功之后，元帅雄鹰自尽，命我也兼把元帅射死。三关五渡之乱，命我乘机精兵同行，约定三更三点，雷营外合，夺取三关。可说你管子聪呐，管子聪，娘叫你有口难辩。元帅死不知，待我前往京邦大谈。司令，松营起牌，黑衣旗界到此之声。这，闻听元帅身负重伤，我前去大谈。看你鬼鬼祟祟，定然不像是好人，就随我去见二夫人。走。是。令尔等速备灯笼火把，听从行旨，一起送逃。连征三关常分解，请
胜拍过案，不胜管翻。十都干，请二位嫂嫂审问，寒食暂没审问。好，咱们一同审问。孙康，凶犯管之聪立即押到啊。
臣命令，他出营之前是这样在听问你，你即使境外去用韦白公家，可是他放在哪里？放在门墙房内。临行之前，房门可曾上锁？是俺亲自上锁。好，王将军，来去管这重房设查看。是。我再来问你。今晚出更时分，你在哪里？正在西城巡查。哪个看见？西城守军。好，吴将军在。要西城守军来接。是。启禀三位夫人，管子从房门猥琐，在他房内搜索都要一报告。二嫂请开，何对我？你在开这多节纸上也是何对我？哎呀，二嫂呀，这却是出于一人之手，常言说一物不足为凭，二物相连其足，这管之从不是杀人就犯，又是哪一个？令夫人受酒来到，命他进帐。受酒进帐来了。参见三位夫人。你是西城守军？正是小人。我来问你，今晚出更时分，管之从可在西城巡查？正是。不曾看错，不曾看错。好，下去。是。三妹请下。三弟被害之时，管之从既不在东城，他怎么会结识三弟呢？奉命是其中可疑。赵啊，奉命是冤枉得了。走。
取圣木，孩儿将借戏带刀。好，就是将拐子虫带下去，还家借戏带上来。饶命吧！起来！哎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元帅不曾亏待你，你是怎样奸笑元帅？你要与我从我手里找来！哎，是是是，回禀帅夫人。小人我舍死冤枉，分明是管子平为他兄长开除罪名，误将小人我抓来顶罪呢。你还敢抢兵？贼贼人！你是怎样奸商元帅？你要与我输？你要与我对咬，你要与我从我手里找来。真是小人物所干呐！还叫包住吧，孩子竟然招供，孩儿情愿逃令，请斩此贼人。真凶是犯，你又为何阻拦？棋牌虽然招供，看了话又注目阵容。如若将他杀死，又怎能罪场当于？岂不是正合杀人灭口之意？也、二嫂之谢你，我要仔细的审问。好，受礼。王上官，大胆的气派，为何要暗含元帅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正是小人一人所为。气派，借你平日所为，两一人不能做此当事，究竟是何人主事于你？只要你从实招来，本夫人开除于你就是。去问，如今要二夫人你做主，你是怎样奸商元帅？你还不快快的到来，等待何时？难道你就甘心一死不成？我快，我要从重查验。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快走，快走。你要快快的招来，小人元昭将夫人
要问我背后所思之人吗？就是那管子虫。你是个叛人，平儿不要插言。那管子虫是怎样指使于你？夫人呐，那管子虫乃是金榜派来的奸细，入馆以来就暗暗卖同于我，成今日清宫之后，元帅雄鹰自己命我也兼把元帅射死，三官五族之乱，命我乘机精兵同行，预定三更三点雷营外合，夺取三关。且禀命元帅知晓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咱将棋牌押入死囚牢内，推他。
妹。三弟丧失成宗，又怎能为他增加烦恼呢？哼，事到如今我都明白了。你明白何来？二嫂再善阻令，大嫂又重重阻拦，莫非你们有意袒护那管之聪不成？三妹，你嫁到哪里去了？二嫂，难道你不为三官从王照相，不为大宋安危为念，不为你那生父祖上死活不敬的三弟怎么样报仇吗？三妹呐，三妹呐，你怎么能讲错此话？难道说二嫂我兄死不成？是啊，三妹，你二嫂也是那样之人。三妹呐，我就请你宽歇三日，待我长面正气再次处置，你看如何？三日，这三日你就不能宽容吗？是呀，一当。既然二位嫂嫂这也如此，小梅就不必多言了，我就等你三日。还有一件，那一件，三日之内入正平氏军，便怎样？还有你去杀？对，我看你是怎样去接你那三弟。三妹，三妹，大嫂。
奉了夫人命，查访探应情。啊！望将无归，吴将军请了，请了。你我奉了二夫人之命，且去查访那官老一事，巡查王文焕下落。你我就此叔叔催马，请请。
对，戏曲精品浓缩历史文化。好，观众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晋剧《神子变奸》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。偏听偏信的三夫人被王文焕的一面之词蒙蔽，几次要斩关之春都被二夫人拦住。那么接下来剧情会有转机吗？明天请您继续关注。好，感谢老弟开个串，我是陈世斌，明天今天。